就是。你摸起来了，终于买上来了。叫不起劲，那么去点点就出溜啊！我们不能不能尽力了，我们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，别动了。这安利品我这么学了的呀？安利品，这是安利品，别动住了，我帮你安利品。因为我帮你操点心的，你把那个单子给我。这个这个套是那个在啥呀？这个那个这个电视屏的看到了啊？高宇他这个推头，高宇推头啊？为什么高宇推头？是不是啊？高宇那个那个杨林是吧？确实，那个呀，老板就是第二的。再推放上去。